跳。哦，哦吼，哦吼 ，no！ 哎，可以，跳。我等一下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等一下，我可以，哦。哦，哎，过来，等一下，哦，我们今天要来玩什么游戏嘞 ？Chant together， 练在一起 ，Only Up 的多人版，没错，多人默契的一款多人版 Only Up。对，但是目前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后期的话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小伙伴一起来。考验默契吧。那我们再来的话呢，就不要废话，直接开始吧。今天只有我跟 DK。OK， 我进来了，选择人物。我选择个老头子吧，80岁老爷爷跟年轻小伙一起跑酷。这什么地方？看起来是什么地狱吗？看着像地狱。我们是被审判的人啊。我们要是如果能逃出去，就开始可以投胎了，是吧？没错，我们一定生前做太多坏事，被抓在这个地方。哇，你看，现在就等下好好的赎罪。Only up， 你抬头看，我的天哪，这个什么地方这么高？哇，我太妙的预感了！哎呦，可怜的灵魂，想要逃离地狱吗？哦，所以阎王是很无聊，把我们这些人给设计了一个游戏，对，设计了一个游戏。真是变态呀，这个人！唉，真的。但是我们生前也做了一堆坏事，所以也算我们活该吧，我觉得。跑！你看我这老头子多好啊！哇哟，精力旺盛的！哎，我们能去前面走吗？哦，可以哦。发光的剑，我来看看。你确定你碰了不会哦？没事，我还会烫死我呢。哇 ，Let's go， 应该是走这儿吧 ？OK， 这电梯吗？哎呦！哎、我看到铁链 了！哎呦，哇，左上角是高度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好像有那个旗子，那旗子是不是什么存档点啊？还是旗子？嗯，哇，这就是地狱吗？我们到时候每个人可能都会来到这个地方，所以说生前先练一练吧。生前先练一练，它是不是有两条路可以走？哎，对呢，它是不是两条路可以走？你想走哪一边？男左女右，我们走右边吧，一起往前冲！三、二、一，冲！哎，冲！啊！哎呦！等一下，把我抬起来，小伙子！好，小伙子，你救了大爷的命！好，不行，我们默契要再好一点。对，默契好一点。我们要三二一，一起走。不然后面危险。好，你数，走。这还好 ，Let's go， 这边还好，跳，这是不是存档点啊？那么快吗？哦，恶魔，求恶魔，十个灵魂堵着，谁跟谁堵啊？他跟我们堵啊？他可能在跟空气讲话吧？你看右边有一个好可怕的生物，哎呦，哇，哎，哦，这边已经开始。可以走了，走铁链，我还以为是有什么剧情呢。我们要走铁链，哦，这游戏不能下蹲啊，我还以为能下蹲就好了，啊，下蹲可以慢慢走，小心。我的天哪，小伙子，跟上。好像有个一键呢，一键是干嘛的？扑我推。一键还是拉？一键什么一键？哦，你是怎么按的？好像是拉，好像是拉。怎么拉？一键，然后可以拉那个绳子。拉拉绳子哦，还有这种设定啊！冲，小伙子冲！不要往下看，哈哈，有好恐怖，哎呦，腿都软喽！我，好，安全啊！这什么记录点吗？这是不是某个记录点？我感觉应该不会这么快吧？他有这么仁慈吗？这游戏？我感觉从哪儿退出，应该就是哪里是记录点吧。哇塞！哦，要从这边，我们从这里跳，要不要？这边。哦，好，来三二一，跳！哎，哎呦，是什么？激光！好，要跳！来三二一，跳！哎呀，等一下！小伙子。小伙子，哈哈，
来来来来来，我觉得我们以防万一，还是往这边走会好一点。啊、好好，慢慢跳，还是不要跳，慢慢跳。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求快。对，没错，咱们要求稳，急不急？稳住。有，我发现他角色走下去的时候会往前自己走一格，哎，所以可以你先跳，然后我再那个吗？我跳。好、啊，哎、欸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哎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哦，好恐怖！来，我跳了啊！哎，哎哎，好好好，我们慢慢来，不着急。我来，再靠近一点。好，哎 ，OK， 哎好好，最后了，最后了啊，最后了！哎，嘿，好 ，very good， 小伙子，你可真棒！我很怕我先走，然后才跳哦。哇，小心、哎、别等一下，别踩这个柱子上！别急！我们是要往下啊？没有，不是往下。看看哦，往上怎么走啊？啊，要爬那个铁链是不是？对，这怎么爬呀？哦，自动爬、啊。哦，空白键可以停止攀爬，所以不要按空白键呢。哎，停止下去，我跟你讲，停止是什么意思？停止就直接下来了吗？哈哈，哎，这个姿势很搞笑啊，超好笑的啊！有，好好好，耶、yeah, ，非常顺利。这不会埋什么地雷哈、哦？我有点怕啊。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恶搞之类的？哎，突然出现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什么？弹床？这是什么？弹床吗？好，那我就要数一下，要数一下。来，三二一，跳跳，抖、哎哦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好，这个要算。哎，对，这个要算，但是怎么算呢？这不好算啊，肯定得碰运气。哎呦，跳！哦，哇、哦、吼 ！No！ 哎，我可以。哇吼！哇吼！啊！还有这样子哦！哇、哦，跳！哎呦吼！哇，我们这个运气真好，我不急不急，我差点一度要下去了。哎呦！哎呦，这什么？山洞啊？山洞。什么时候可以来个存档点啊？妈呀！哎呦，还有火堆，受不了了。哦，这个场景做的还不错啊，这跑酷啊。对啊，好细致哦。只是这个难度可以不要这么的。确实。Space 键就不爬了。要走这个骷髅桥吗？骷啊，好像真的哎。哎呦，太危险了。哎。哦呦，这个、哎、这个他没有人物没有那个碰撞的、哦、对，哎呦，加点难度嘛，人物搞点碰撞更刺激。哇塞，那个会死人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真的会不行。哎呦，没事、哦，没有碰撞，我就老老实实待在这站着，好，我就可以拉你。OK， 没问题。哇塞，我对这种游戏真的是不太擅长。我对这游戏可是太擅长了。我知道，我看过你玩好多次了，我天哪。被虐了很多次，跑酷高手，今天就要靠你带了。虽然啊年龄比较大，白发苍苍的老头子，但是我的腿脚可灵活呢。年轻的时候总是运动啊。啊，死路 ！Oh no！ 怎么会死路 ？No！ 往回走，往回走。这个地狱的恶魔真是会拿我们这些人开玩笑。真的，这样好玩吗？好玩，对他们来说可好玩了。好像也是哦，虐待我们，他们高兴。哎呀呦！好，我觉得到时候真正的通关之后，应该是能见到这些恶魔吧，把他们取代了，让他们在那儿跑酷。哎，我没有搬呢，吓我一跳！哎，这怎么上不去、啊？等一下，我怎么？哦，我还是往上。哦、哎，可以、哦好好。它好像有个点不好抓。哦，这边一堆骷髅。哎呦，小心！哦呦，哎、这一些会不会是之前来这里跑酷的呢？那他们人也太大了，你看他头好大呀，比我们这人还大、啊。他们都是巨人吧？进击的巨人。我们先看一下，这到底是跳哪的呀？是跳那个旋转的地方，还是说先跳前面那一个小岩石啊？那个啊，小岩石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，对对对。过去那边吗？跳，哎，地球，啊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哦，再来这边。然后这边我们得快了，准备三、二、一，跳。跳冲跳，好 ，OK， 完美 ，OK， 默契还是有的。我们这合体了，他还呛我们，别太得意忘形哦！我的天哪！哇，这梯子这么长啊！我感觉这个算第一关过了吧？算第一张
过了，接下来就是来到第二章高难度跑酷了。简单的嘛、哎、不难啊，走，简简单跳。哎哦，有有有，到达不知道什么地方了，我们要到旁边看一下吗？还是哎，这里好像有路啊，这边上面有尖刺。哎，这有路吗？啊，哎，这什么地方啊？房子休息点是吗？存档点是吗？这是我这是我们他存档点，他完全没有跳出什么存档的讯息，好烦哦他那个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要先站在一起，然后等他刺完。等一下先看一下，我们要离最近的地方再开始爬。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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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走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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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他缩回去的时候，我马上冲。呀哟，好样的，小伙子非常棒。哎，这什么床？哎，可以睡觉哎，能睡觉吗？可以。哎，不行的，他只能站上去啊，不能睡觉。哎，哎，还说有什么密道之类的？这里可以爬吗？哎，哦哦，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做比较安全哦。是不是？是不是可以穿魔雕下面去？是不是可以卡进去？哦，我上来了。可以，我也可以。哎哎哎哎，对啊对啊，你看这边还可以跳过啊，这边，这边好像直接走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哎有门，还不能开，不能开。这应该都是类似于我们这样的人住在这里的吧？嗯，应该是。只是我在想嘛，怎么？哦，里面吗？哦，这边好像走不了哎，好像不是哦，应该不是了。嗯，好像不是这边哎。彩蛋吗？哎呦 ，sorry， 哇、哦，看来都是往这里走了。有刺吗？有刺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OK， 哦，对，我看到前面怎么会有在晃的东西？哪个？哦哦啊！我啊！这个 Alt F 4里面也有。这个根据我的经验，在某个点的话，走下去就可以了。某个点走下去，对，但是两个人的话可能不太好弄啊，试试看啊，往前移动就好、哦。对，来跳走。哎，这哎，哦，哎呦，哇 ，no！ 回去回去，看他们抓到什么东西。no， 一个都抓不到。我们就哎哦哦，哦我们再从这出去算了呢。这什么鬼地方 ？Oh no！ Oh no！ 啊，哎，等等，我那个选项里面有那个哎。对，最近的安全位置可以传送哎，要么哦是吗？要么哎，看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这边哦也有哦 yes， 不要管什么，就跳，好吧？哎呦，等一下，哎没事，哦哟，还好我反应快。过，哎，啦啦啦哦，还好，吓死！我刚想说你要跳，你知道？差一点归西了，哎呦，我这老头子还想多活几年呢。来，哦哎 okay, 哎、好，一二三，跳，哦、好 ，OK， easy， 这桥不会断掉哦，不要搞人，哦啊，哎，走上去，哦，直接走就好，哦，哦跳，跳，哦，连续跳，哦哟，哇，哦，哇塞，我发现这个游戏有一个机制，越跳速度越快。估计这游戏是可以速通的，我猜啊。该不会肯定会有人速通。那前面有个桶子吗？但是还有绳子哎，我们跳桶子吗？跳，来吧。桶子，哎，但为什么推飞走？是不是可以爬绳子啊？我觉得是可以爬绳子吧，试一下，试试看。啊，绳子是虚空的，绳子是空的，骗人的。三二一，跳。跳OK， 来三二一跳，哦、oh, ，easy，so easy，easy， 哦，这什么？有点小房子。应该不会通哦。哎，这里还是它算是什么安全点啊？我觉得我还以为会有什么秘密通道呢。好像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是往这儿走、啊。哎呦，哎，可以从这上来。可以哦。哎，不对，哎，我们可以直接跳旁边的梯子吗？哦，可以啊，省一点力气。哎，可以、啊。哎呦！哎呦！来，老公，帮你那个什么拉上来。OK， 谢谢你。我讨厌这个。三二一，走。
等一下，不对不对，哎，等，先过，哎呦，还行了，我觉得还可以了，简单的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哦，等一下啊，来，预备，跳，哦 no， 好难哦，这边，该死的恶魔放这个这么难的东西。三、二、一，跳。他那个等一下缩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先不要跳，就先往前走就好。然后等那个要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跳过去那一边。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哦，不跳是吧 ？OK， 跳。然后跳。Oh no！ 那个原地跳就 OK 了。OK， 那我们这样站中间。OK， 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哦，你们刚，哎，你刚刚有看到吗？高空有人掉下来了。哦，对，我刚才有看到，在我们那边的时候，好像一直都会有人掉下来。哦。那个就是其他玩其他人、啊、对了，其他的攀爬者，凭运气跳，我们可能就跳过去了。好，来准备三二一，跳！我等一下，我可以，等一下，我可以，哈哈哈！好，差一点点就要不要弹开就好了，差一点就卡过去了。来，准备，再来一次，凭运气啊！三、二、一，跳！等一下呢？哎，我过来了！过，很顺哦。所以有些时候了，不要太那种按照规则走，就这么直接走，你跳。哎呦！ Okay, 哦，这边，我们要去哪边？等一下，前面的弹簧，弹簧吗？跳！哦，双重跳啊！直接跳！抓！哦，跳跃并保持、哦、跳跃键来抓住，抓钩，钩到这里来！哎！等，冷静，子瑜冷静！啊，他怎么飞了？他跑走，完蛋了！他是不是以为我勾上去了？哦，又回来了！回来！哎。哦，长按长按 space， 哎，你怎么不抓呀？你怎么不抓呀？等一下，你怎么不抓呀？我快忘记了，我要松手吗？我要松手喽！我要松手喽！我要松手！冷静点！你看，还得靠我老头子。你看我老头子臂力多好啊！哦，直接往上飞哦！谢谢老头。这个无人机我能操控吗？直接飞到终点算了。这非要终点啊！好，这是记录点吗？我也希望。哎，哦，这边有车啊！这还有车啊！有车哦！来，松手！我就车子。哎，它好像还能继续往上飞哎！啊，真假？啊，没有，停了。哦，我还以为。吓死人！它怎么还有车啊？我这车子给你开啊！你还记得你玩过一款那个吗？车子版 Only Up 吗？哦，对。这就要交给你了。I've decided to give you a little help, so here's a car designed especially. 啊，用车来加快我们行程啊！真假的，这么好？这么好是吗？他 only up 加那个车啊！哎呦，我坐在你后面，哎，哦、加油，子玉！哦，我是司机啊！哦，来，你司机，哇，这车，哇，这车这么灵活！喝水。哇，这第一的车这么灵活！哦，往后开，哦，我们冲上去喽！你等下冲到后面，差点我们摔下去，我跟你讲。哇哈！OK， 这车太难操控了啊！走吧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 ？Let's go！ 上路！我觉得我们可以不开车，直接自己走会怎么样？走吗？也可以自己走哎。好啊，但开车会不会快一点啊？会不会开车快一点？我觉得开车应该是快一点的，我觉得。来，试试看，有灵敏度问题。哦，冲喽！哎呦，还搞这种？哦，故意的吧？哎。对，小意思啦，我是老司机。哎，前面有洞，小心，老司机，有洞。哦，他这个车，我天哪，这个车操控，他必须在前进的时候才能转弯，哎，前进才能转弯，有，等一下，哦，哎呦，怎么还有石头？还有落石哦，小意思啦，哇，恶魔玩不起呢，要开始砸人哦。呦呼 ，easy 啦，那 easy， 老司机，秋名山车神，你怎么三个都中？要玩的就是这种刺激感。Yeah.
啊！哎，啊！哎哎，你怎么断线了？我怎么退出来了？玩不起这个噩梦，玩不起的。看我开车太顺利了，我开车太顺了，没失误过，直接把我踢掉了。直接把你踢掉游戏呢？这次我来开好，这次我来开。哦，这次你来开 ，OK OK， 你来开吧。哈，easy。开车，哎呦 ，E 可以离开车子，我差点按错。他能刹车或什么的吗？后退就是刹车了。哎呦，哦，差一点吓死我了。他这个车只能前进的时候转弯哦。哎，哎呦，你怎么开的？哎呀，哎，好像，哎。哎，这什么、欸、什么地方？我们先退，我们先退。OK。哎，那车呢？哎，啊车，哎车呢？车怎么不在了？有 bug。那我们没事啊，我们不需要车子，好不好？我们不需要车这种东西。车不在了。来，冲冲冲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这次我没有开车过来哦，恶魔，你应该不会觉得我很厉害吧？嘿嘿，走到这应该不会断线了。有了，有了啦。哦 ，OK， 这什么？我感觉烤炉，怎么前面这什么呀？它会转的呀，它会转圈的，你看。哇，它会转哦。啊，所以它还得记住它转圈的。顺序吗？ Okay, 来跳，哎跳！我感觉这个靠反应力了。为什么变成往前了？哎呦，我们只要原地跳就可以了。哎跳，原地跳！哎呦，哦，小意思了，恶魔，你搞这种，冲！小 K， 哦耶，简单，哎，对，哎呦，镭射，哎呦，又是这个，我们好像马上就要到记录点了，第一个棋子。哎哎，我可以直接哎，你怎么上去了？等我把你拉上来。好，哇，可以跳这个吗？可以，等一下。哎，上不去。哦，哎，我们现在是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是，等一下，我们两个人。我这样安全。我想说我过去你那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好被分开。我们刚好被分开。哎呀，又要开车。嘿，想不到。哦，干什么？哦，抱歉，我讲错话。上来。哎，有。当时你怎么上去的？好厉害！好像是直接哦，直接跳这个就好，直接跳这个。哎，上不去啊！哎，对，有镭射，小心，镭射。哎，上！现在不行了。啊，来，好，我们走一起，走一起。我们要那个。啊，这边。我。这边，左边，来，这边。哎，这边，先踩这边，然后再上。跳起来。OK， 不要分开。跳起来！没事，小意思。哎，卡一个无敌时间，攀爬栏就是无敌时间。上！来，左背3、2、1跳。OK，OK， 这边 OK。什么时候才能到记录点啊？啊，哪里才是记录点？这么远啊！哦，你看左边，你看。上面有那个电梯，你看到没？对，有喂，那个应该就是记录点。对，应该就是记录点，第一大关的记录点了。跳 ，easy， 来3、2、1跳 ，easy， 这是不是可以走下去啊？我感觉，我觉得还是跳好了，以防万一。来，预备3、2、1跳，我选择走。有，哎，它果然是可以走的，来3、2、1跳，哎，走，哎，用走，但这个好像要跳了，我感觉这个跳了，嗯，距离有点远。根据我跑酷经验，这个得跳了。来，3、2、1跳，好 ，OK，easy 跳 ，OK 跳，简单。我觉得这个游戏不仅仅是考验默契，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要听指挥。嗯，没错，如果要不听指挥，队友就完蛋了。对，3、2、1跳。跳 ，easy， 3、2、1跳 ，easy， 3、2、1跳 ，easy，oh yeah， 哎，等一下，没事，我刚才先跳过头了，3、2、1跳 ，easy， 哎呀，跳，哦，hello， 哎呀，真的，哎呀，还好我老头子卡了一个 bug，help me， 哦。
Thank you, thank you. 哎呦，等一下，这个是平台？你怎么直接？不是，我以为这个什么平台哦。跳，跳哪边的？要跳哪边？往上走，往上走。对，好了，最后的最后了。我觉得我们要稍微提早一点点，就是。等一下，我来看一下啊，我用大脑先试跳一下，反正还是跟之前那个一样啊，不要去算，我们就这么正常跳。嗯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跳！What the hell？ 哦，开车这里还有个平台可以让我们过来哦。我发现这个游戏的一个机制了，你不在空中的时候不停按空格，万一可以抓到什么东西是可以爬上来的。我你看你看，哦，有时间线的，有时间线。那我们要算一下。来，走，直接走。哎，不要爬，不要爬，会浪费时间。哎 ，come on， 哎，你怎么老是在爬？没事，你们有时间，easy。哦，哎，电梯在那边，哦耶！easy 三二一跳 ，OK， 三二一跳，哦 easy， 简单，这个是中间点的吗？对，这是中间点的吗？对，我们要上去吗？哇，那好啊好啊，直接走啊，直接闪人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这算来到了第二大关了吧？应该是，我觉得，哦，这什么地方啊？里面。那这个感觉就不会掉到最底层了，感觉是不是就比较安全了？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吧，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结束了？应该是啊，这个旗子都到了，应该是算一小关结束了啊，可以洗个澡。洗澡。我们要潜水，这里有路啊，这里有路啊，你看这边有路哎，我还以为是可以潜水啊，可以洗澡。好险没有什么氧气限制哎，我们都已经死了，怎么会有氧气呢？我们都来到地狱了。好像也对吼，好像没什么。怎么还是电梯啊？这又是什么地方？我们要上去吗？上来看一下，他都上去了，我们就上来再看一下。对。哎呦呦呦呦呦！你在拉绳子，好高啊！哇，怎么这么高？哦，我们是不是要找到那个什么阎王啊？阎王的宫殿啊？这什么地方啊？这不会已经开始跑了？什么机关？哦，等一下，那边还有什么？你看那边有什么道具？你看，翅膀能飞呀？翅膀能飞的吗？这假的？这么好的吗？收集品啊，应该是，收集品。所以第二大关我们就不会再下去了，应该。我觉得应该不会。那要先到这个地方吗？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，对我们两个人可以先到这里，然后下一次。再找两个人，让他跟我们一起，这个苦不能让我们两个人受。对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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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个地方吧，我们的地狱之旅就先告一个段落。对的，地狱之旅，下期再见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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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